听见将处死者被指控饥饿的小恶魔，我便立即赶过来。有可能是这只没脑袋的无赖搭建这大闹剧的舞台，他非得神仙烈焰，我另有高人指点。那么是谁呢？某个幕后注视者隐藏表面凶险，某个恶棍别出心裁，用魔法术侵蚀人间边缘。说不定自有地策划，滔天阴谋诡计何时停歇，有多少危机尚未来临。那解决了这可悲可怜虫，喝口水拍拍肩垫作结，就让他被蒙冤，以神仙引头衔，引燃种族不可遏的愤怨。我不愿就此白费，要地狱隐隐为戒。算了，我就是幕后主使者，将孔牛去世起。我麾下的小恶魔不可能操控这时空。哦，真讽刺，竟以为你抓到我这个计中计之贼。我认罪，就是我所为，我不后悔。我很后悔，我为何要为这笨蛋牺牲我的一切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宁愿死绝，也无法想象没有你在世界。若能让你活下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不值得你去。我是幕后主使者，掌握命运正轨。我错过才发觉，坚定如繁星闪闪，便用生命换取我的罪。你是光，我的心，只有死能将彼此分离。这不是很可笑吗？我们竟然被记得族人背叛，一个狗一尺恶魔，你的傲慢终究战胜了你，正的凶王。我才是最终裁决者，在这天地是我。早已投入进黑暗，直到金光电视重点明目。太自信，我让你的阴谋渺小又脆弱。小可爱，将会得到我的那